面前跳，鼓楼大街的车流里，有个我在像我一样。飞机这次它飞得很远，就像时间它飞了很远。姑娘们希望她们的美丽像这照片一样留下来，别走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我还在这个城市里，像往常一样看着鼓楼大街。我想问鼓楼先生，你能看到我吗？孩子在我眼前跳着，鼓楼大街的车流里，我不知道还有谁像我一样，还有谁像我一样。这个城市有谁像我一样，我是鼓楼先生，你能看到我吗？我是王凡瑞。